我下班等啊。暗时才拄开始尔，哪会无闲到这晚啦？无法度啦，啊，刚开始无骹手，啥物代志拢家己做啊。金锣吼，下晡才将一上份的宣传单印好，啊，我袂晓印刷，啊，我着到检查包装，赶明仔透早要交货。恁两个吼嘛真拍拼啦，啊，毋过万事起头难，一步一步打稳，安尼才有法度久久长长。我知影。啊，对啦，卡桑，我下晡用的时阵有去病院看道长，伊的状况真正毋是真好，医生有讲，伊的意识已经无啥清楚啊。我有听共病房的阿伯讲，阿姨三不五时去甲看一下，啊，不过看一下就离开啊。啊，就放伊一个人遐。我本来抓准哦，已经袂认得人。啊！一个教会看到我，手就伸出来，甲我画叫我过。本来无想要过啦，啊！不过看伊家己倒咧病床，真可怜。我就过去甲伊的手牵起来，叫一声道长。敢若自细汉到大汉。我拢毋捌牵过伊的手。阮爸仔囝除了冤家以外，嘛真罕咧有机会坐落来好好讲话。想不到，我亲眼甲看的时阵，竟然是坐咧病床边啊！卡桑。伊阁对我讲实话，伊倒咧病床顶悬，话都讲袂清楚啊！我听到的一句话，竟然是对我讲实话。这句实话内面有伊对你的亏欠，阁遗憾。伊最近闹时间吼。你定来去看伊，知无？你嘛爱甲伊讲，你即摆过了真好，爱要放心，唔通挂碍。天天，我在内面有一寡钱，摕去互恁兜送。你阁要替伊出医药费啊？不是我替伊出，是你。我甲伊已经无阿母情分，你是伊后生，这是你应该爱做。这条钱应该是我家己出才对的。你老姐心就好啊，啊，只要么事业哦，才打起步尔，万项代志拢用着钱的，免搞计较这啦。啊，时间无早，你先去洗洗，紧休困。处理完了，准备开始动工吗？我有请师傅来看，啊，报价出来就会当开始动工啊。想袂到这么顺利呢，我是想讲吼，楼顶先莫顶动，啊，先动楼卡的三间房间，佮有扶楼间啦。你点解讲的黄色油漆，大家拢讲足有气质呢？其实这代志，你做主嘛会用得啊。你的眼光吼，一向是真好啊。我就是希望，迄室内会当较光、较水的。啊，师傅哦，佫有介绍我一个较袂贵的地砖。我想讲要装伫个葫芦间啦，安尼生有较袂去拔倒。
基本上，即摆建材愈进步啊，主要是看业主需要啥物件啦，应该拢是找着。还是讲，惊设计啦，啊，建这材料啦，啊，到时阵该赶工，会辛苦呢。袂啦，这新来有目标，搁较安怎忝，嘛结的。你别想了，伊这辛苦，我真唔想小醉吧。好啊，我去提衫。我自己来了。看你这么欢喜，这么有活力，我绝对袂在这个时阵，让你知影我半辈代志。我要你勇敢去追求你的理想。平平平平后壁是咧创啥？我嘛隔壁坐落来啦，要做三户休困的房间，啊，两个爱情拍通才会用的啦。拍通，遐尼大个代志，你袂甲我摊上，家己大主大爷黑白来。还佫有啊，你一个查某，你是捌啥物啊？黑白卡，啊，这间厝哦，啊，上着地去变哪？就算讲我唔捌。在做工程的师傅，敢唔捌着啦？搁再讲啊，啊，这是我的厝，我敢袂用注意的吼。你的厝？啊，这间厝敢写你的名？这间厝是我社林社的厝呢，我是无爱甲你计较，让你继续住尔的。做啥？是我唔对啦，我无问过你的意思，是嘞。有啥物代志是吗？啊，家人呢？桌上甲脚上才去啉喜酒啊，教会朋友查新妇。啊，你咧？暗顿敢食啊？啊，袂啦，凊彩食食就好。哪会使凊彩食？我去炒两行菜，互你配，真紧就好。你先食这个。你好，请问民主敢有伫个？哦，你无用哦。好，我等一下再卡。多谢。牵牵小手的面容，该好好牵你的手，不舍让你孤单寂寞。只想深深